炒冰大神的锅简直就是海纳百川，啥玩意儿都能放进去炒。这不，今天又秉着万物皆可炒的理念，打算来点不一样的。瞧，拿出一个巨大的棒棒糖，将包装拆开后，好家伙，原来里面藏着许多小崽崽。敲碎几颗往锅面上一放，再倒入一瓶绿色的牛奶，酸酸甜甜的，想想就觉得好吃。不过牛人并不满足，又放了一把巧克力进去，随后便开始了剁剁神功。瞅瞅这惊人的手速，一看就知道平时没少干。带起与酸奶充分混合后，再均匀地平铺在铁板上，为了让口感更佳，又挤了大量巧克力酱，烘烤一番后再推成一个个的夹心小卷，装入盒子里，咔咔挤上一波奶油，再来糖果饼干啥的装饰一番，一份美味的冰淇淋就做好了。小伙伴们有木有被馋到呢？视频的最后，我们来玩个游戏，上面有毛，下面有毛，晚上毛碰毛，是人体的哪个器官？只有老司机才懂哦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